怎么了？我们。宝贝，我回来了。老公回来了。老公，你今天上班累累的哦，帮你把洗澡水放好了，等一下就可以去洗了。还是老公要跟我一起洗？当然要跟宝贝一起洗啊！你看我好幸福哦，回家就有人把洗澡水放好。那我们去洗澡。老公，你为什么不吃啊？每次看你吃东西就觉得很幸福。你吃东西好好看哦，这好像是我的每日的活力来源一样。好，你赶快吃啊！喂你吃，你吃就好，看你吃我就开心了。老公，我好了，对不起，出门了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没有啦，你今天是用另一款眉粉画眉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老公怎么会知道？废话，你的脸我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仔仔细细的。好了，走，我们出门。宝贝，我们今天吃素好不好？好啊，可是老公为什么突然想吃素啊？因为。你是我的菜，走吧。这样子，宝贝腰就不会酸了。我也可以躺在老公身上啊，其实老公总是这么爱我。傻瓜，我不爱你，我爱谁啊？所以你这样看电视也没不舒服，没关系。老公，快点！好啦，你等我拿。不用，这很重。我拿就好了啦，讲那么多话，手伸出来，伸出来啦！我跟你说，我签了之后就不会随便放，走吧。是夫知道，我是李欧，我是阿凯。今天呢是我们的角色转换，黑撒啦，黑撒啦。今天只能是用我们两个人的那个性格转换，然后去描绘就是情侣之间一些情话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，然后要按赞订阅我们夫妇的 FB， 然后 YouTube 还有 IG。对，就把这支影片传出去，闪瞎你身边的所有朋友。那我们夫妇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